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恩。今天要为各位准备是天梯对战，由来自中国选手 Mr. Yo 对上中国选手勇敢熊熊。那双方的文明是阿兹对上朝鲜，地图是阿拉伯。那顺带提，这个勇敢熊熊他不是阿熊哦，他是中国那边的勇敢熊熊哦，大家不要分错了。那中国目前有非常多位选手都是有2500分以上的，那勇敢熊熊也是其中一位。但是他的曝光度是比较少一点的。那今天来看一下他的天梯的对战。那他这场遇到的对手当然也是中国人嘛，YO。那 YO 是玩朝鲜。YO 是玩阿兹。那阿兹的话，他是以前我在直播有讲过嘛，就是在阿拉伯玩阿兹的选手其实并不多，但是玩得很好的我觉得 YO 是其中一位。那阿兹的话，他拿额外的遗迹就是会有加额外的，就是黄金33%嘛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他的军事生产速度有提升，然后后期有金冠的加四攻击力步兵加成哦。那当然打朝鲜的话，后期因为朝鲜有火枪兵的关系，所以照理来说阿兹城堡决战会好一点。那这场的遗迹是比较分比较平均的。他的遗迹全部都在中间哦，那个有时候遗迹会掉在比如说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或者说你自己家里后面。那像阿兹这张图，他的家是应该是没办法围吧，我们来想一下他这个建筑学是怎么围，围到这边吗？他要怎么围？这个如果是你们，你们要怎么围？不可能围到这吧，还是说真的给他围到这里？好，这场我想问大家，围家怎么围？我自己也其实，我觉得可能会围到，就是我的伐木场可能在这里，然后围这样子就好了，可能围这样子一个圈圈在这里。那 YO 他是开前面嘛，那等于说那他就围这样子一个大圆形这样子，除非对手一直都没有来打他，然后他就围这样子，超级大开围。有可能哦 ，YO 有可能会这样子干哦。好，前面的话先看一下起手是，这边勇敢熊熊两人伐木而已，想要打得更高速升级一点。YO 这边再推斑马，然后这边过来鲁桥一下。基本上现在的阿拉伯也是都是抢升级封建比较居多，不会太晚升级上去。YO 是斑马全推，前置，哎呀，前置战术，中间有遇到狮子，哇，前置是中国选手那边非常爱打的战术啊。朝鲜前置战术是非常有名的，因为它的全军是木材截面，封建时代打枪矛是非常强的。我们看一下 YO 怎么守，边 YO 还没有探到对手家，因为他是都推路了。YO 拴伐木，现在连个军营都还没有盖，我盖在这边。这边军已经盖好了，射箭场在这里。我又绕了一圈，我又绕了一圈，赶快回来。他其实真的还没有探到里面，可是他就绕回来喽。他这里其实就已经有预感到，前置战术来了。这个绝大多数要归功于这个对文明的理解。朝鲜他在打前置是非常强，加上他的箭塔，我们不要忘记。好，那这边就是直接来打一波前置战术啦。这边这个塔其实可以低调换别的地方，红色这里。好，该盖不盖了。这边拉掉，低调，还有146石头。
YO 这边已经盖的差不多了，已经可能来不及了。这边川米拉四只要上去打吗？直接把箭塔滴掉，这个他也滴，太神了吧！完蛋 ，YO 被缠到了，朝鲜前置很恶心。哇，来看一下啊，这里怎么守？把他这个箭塔滴掉，没石头，后面有石头吗？哇，好远啊，有石头是有石头。来这边这只塔封到果实喽，这边搞个心态。后面这里只有一片田，打防守方，这边三片田，来这边先撤了。我们不要忘记牧区 YO 其实都整片整片在一起的，枪矛怕围墙，但是这里来不及，哦这边要串进来很麻烦啊，这个就是战术。哇，这很恶心啊！那目前这里是可能要死这一村哦。OK， 死一村。哇，恶心的人前置战术。其实以前在打天梯，这一招我是最讨厌的。鲁小鲁起来真的很烦，很燥。现在准备来插第二根塔。现在 YO 有做一道防线，这边一道防线，然后这边等一下一道防线。那绕过来的话，因为不是连环塔，所以都从正面来做进攻。YO 并没有在盖射箭场，他现在木材短缺，出老鹰，出老鹰。那当然自己的农田要守一下，这里也补一只塔。哎，射箭塔。OK， 一个交换。现在这老鹰还准备来打一个 counter attack。那当然，前置战术最大的缺点就是家里是比较没有在防守的。来，老鹰走出去，这根塔对一下，稍微守一下。哦，家里不要被经济乱到就行，用空间争取一下时间。好。这边勇敢熊熊来得及看到这个吗？有窥过吗？哦，没有，那赶快这边直接拉上打。哦，所以前置战术就是来鲁小的，那你这个解法呢？你观念要清楚，不要太慌，沉得住气就行。老鹰直接越过来，有四只，有两只残血的。看起来最多带走两村，哦，不过这里有个高地，哦，所以这个 counter attack 大家都知道嘛，哦，打前置，如果你家里有守得住的话，但是这边呢，鲁小也撸起来了，哎，抓到你挖石头，哦，这边也死村，朝鲜这边还有第三个加成啊，他的射箭场是护甲免费升级，也就是说前置枪矛加上塔弓，加上这个免费升一房。哇，这个很强，但是 YO 这边高地逮到很多村，也是杀的蛮舒服的。哦，这个泥巴战封建打了非常久，那现在这个走过来已经断到金。YO 这边盖四级，想要做个调配，那现在又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点了一级攻。两边的经济量其实差不多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阿兹有吸带量加成。阿兹有携带量加成，那这一根塔比较可惜，他没有围好，很忙啊。其实打箭塔其实很忙，这根塔不应该这么快就被弄掉了，所以这只塔等一下还要围一下。那这边是点了一级攻跟一级防，出老鹰，直接出老鹰来解这一波。那比较尴尬的是老鹰国，他这个没有骑士，没有肉马。刚好比较不怕那个肉马被那个枪兵戳，所以朝鲜如果今天打到一个马国，他这样子打，其实那个勇敢熊熊的成功率其实蛮高的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好，那这边应该都解掉了吧？上城堡了。后面这老鹰因为有一攻一防，
应该还在再多待一村。哎，哎呦，这边也绕过来，这一只塔继续鲁桥，哎，石头换到这边。哦，所以 YO 他在打一些，就是非跟对拼操作打观念的时候，他还是很强。本来这个村民要溜到外面去，回头再戳一下。哇，封建时代足足打了20分钟。好，那两边应该都可以上城堡。不过来到城堡时代，那个朝鲜就完蛋了，马战车被吹。阿兹点科技修道院。他那个额外加5滴血，这个是天克啊，所以没办法，这个勇敢熊熊文明理解他这样子也没什么错，他只能现在跟他对拼。现在这边再来一只塔，啊，这边有围到吗？啊，没围到，可惜。这些箭塔希望等一下防御箭塔都升级上来。哎呦！现在阿兹决定要来打反手，因为自己落后了，这边给一波压力。哎呦，哎，这个炸掉会死哦。这边好像旗帜塔了，哇哇 ，YO 这个观念也太猛了吧！但是他的金被控。哇，夺命箭塔战呢，精彩精彩，夺命绝箭塔战，对，老鹰很硬很粗 ，YO 出来再拿黄金，4000000哎，这边稍微围一下，老鹰想要进来就完蛋，这里面很多村，现在这边哦被包在里面，哦哟，哎呦，围一下，哇哦，啊啊！啊啊！完了！哇 ！YO 哇！教科书的哇！教科书等级的哇 ！YO 哇！靠！2500这样被你秀死了！哇！这一波决定了勇敢熊熊这一盘的哇！这里很关键哦！防御箭塔升级上来看看可不可以弥补一下，但是这里的村民怎么又躲在这里？哦！难道还有？哇，这里好精彩耶！我跟你讲这个过程哈，这封建时代应该就打趴一堆人了，太鲁小喽！这个勇敢熊熊打的真的不错、啊，现在高手好多，哎，47村打37，那这一波箭塔结束之后，我们这阿兹已经领先了快要10村，虽然说防御箭塔差了2在这。主要是金还没有被控住，然后这边，哦，这边骑士有没有机会立大功？老走五村，这盘还有，还没结束，但是后面这老鹰很凶，现在这里骑士赶快做一波收割，金这里有守住哦，哎，大家看一下这里右下角。闲置 TC 34秒跟56秒而已，好强啊！真的是好强啊！因为 YO 4只塔，5只塔，田快被插烂了。YO 的田快被插烂，对，赶快顶一只，这边赶快进去，小维来不及，哎呀，可惜。没盖起来，现在 YO 直接出 Eagles， 朝鲜打 Eagles 超难。城堡时代啊，有马战车吗？打 Eagles， 这个就是文明的 counter 啦。阿兹城堡换他猛了，阿兹城堡出老鹰，朝鲜很难打，没有强力骑士，也没步兵。在这里 ，YO 老鹰出来之后，先补一个修道院。
防一下你的马战车以外，也可以拿一击。所以你看，顶尖选手会很清楚知道说，继文明这一场进来之后，你的优势在哪里，你的劣势在哪里，你的 power spy 在哪里，然后赶快来去做一波战术部署。就算封建没有 end game， 那我这边朝鲜要尽可能拿到一些优势，大概是这样。哦，现在开 TC， 马战车也有出，但开 TC。现在朝鲜要打龟农防守的话，那要想一下，等一下老鹰出来，他是要用什么兵种去打？老鹰基本上围墙基本上挡不住他，那准备出动啦。老鹰二防，阿兹打单 TC all in 也是很强的，他只要拿遗迹有经济了，他就开始刷。在这里，漏洞帝国，这里只要如果进来的话，好 GG， 哦，好上，好了，心态这一波就没了，好了，哇，背后是，哇，背后是，哇哇。这就是我们的 Eagles， 这就是工兵国的悲歌。好，结束了，这一回合结束了。这打到刚刚为止还可以，但是一波这里好了，买单。这游戏抽胜的，真的抽胜，抽胜。其实刚才那一波还没进来，我觉得勇敢选手都打得很好，打 YO 这样很强，而且是用朝鲜打阿兹。但是漏洞帝国获胜，哇，心都凉了。你专注了30分钟，但是就是那5秒没有专注到，欸，就出事。这游戏就是这样，马战车基本上攻不进去，攻速慢，怕僧侣遗迹控不住，那我遗迹就免费拿起来。在这边死了那么多村，还没有放修，58村打52，上去贴一波吗？二防老鹰太康可马战车了，好，吹走一台。马战车，哇，这里盖一个堡，YO 四 TC 啊，各位，1234，稳住之后，拿到两颗遗迹了。好，那这盘应该是结束了，没有错。朝鲜的经济是没办法跟阿兹打，刚刚是封建用军事去压嘛。好，GG，看一下手速好了。OK， 我们为什么亚洲玩家的《世纪帝国》的手速好像都比较偏慢啊？勇敢熊熊也是。好，哇，这一盘我是觉得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没有想到他打一个前置战术，那也很刚好，因为朝鲜的前置枪矛是非常非常强的，可能大于拜占庭哦，大于拜占庭，因为他有三大加成，哦，射箭场防御免费提升，他的木材军事减免，然后再来就是他的箭塔流到城堡之后，他会免费自动升级成防御箭塔，这三大加成其实很适合打前置。那 YO 我觉得他判断的非常快，他还没有真的探清楚对手家，他就已经有感觉到这个味道了，然后赶快绕回来。然后后续做的这些判断呢，其实都很不错。那我觉得勇敢熊熊他打箭塔其实蛮强的哦。那我觉得亚洲玩家普遍都蛮喜欢打箭塔的，也许可以多看看国际上更厉害的选手是怎么打箭塔，哦，分享给大家。
好，那这里的转播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